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 跟 FB， 还有 Twitch。然后每周日晚上九点的时候应该会开直播，直播天气节系列。好，就这样 ，Go Go。那是。紫风姑娘，怎么了？好重的邪气，那是有人在施展万邪玄平之法。万邪玄平之法，那是鬼道之徒召唤玄魔时所用一种凝聚四方邪气的妖术。被召唤这世上的玄魔有魂无躯，不能久存，须得准备平生之体，以为龙魂之气。然而有资质为魔神平抑的人不多。因此有时以此法聚邪气为体，那魔魂得以暂时平一。原来如此，此法施展时会吸聚四方邪气，有所聚邪气强弱可知施术者修为高低，而有现在这邪气之强，看来只怕是令尊。是我爹？难道是我爹？这对风姑娘，只怕阴公子料中了。令尊曾言道，要对风姑娘施展风魂大法，而在诱出魑魂天魂之前，需得准备一个邪力够强的平体，这也是意料中事。紫风姑娘，咱们得去救她才行。风魂大法一有差错，唯一的下场就是魂魄灭散，非得赶在完成戏法前阻止她不可。怎么大呼小叫的？有敌人偷袭吗？不是的，那是。好重的邪气，好像来自西北方的不远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真英大师，你能由这邪气找到其所在吗？待贫僧是四鬼之术追踪看看，这些四鬼对邪气最是敏感，既然这妖气如此强烈，应无找不到之理。那就有劳大师领路了。诸位，我爹不顾风姑娘的性命安危，正在聚邪气为体，准备以分魂大法将他体内的持有天魂引出。我求各位看到这些日子以来的同伴之意，助我一臂之力，咱们一举去杀退我爹和嗜血，将风姑娘做出。这成什么问题？林老弟，你太见外了，在场诸位有谁无趣的吗？林公子，我知道你急于风姑娘脱险，但先请你听小女子一言。跟闻紫风姑娘高见，之前那人沾得住你得见之后，会有莫大凶险，而且这凶险与你命缘交缠。殷公子，请恕小女子明言，如今要去救风姑娘一事，就是你命中的大凶险。此行结果是吉是凶，善难预料。但若你注定逃不过此厄，只怕此行会是有去无回。是说命运早已有注定，但借占卦之力趋吉避凶亦无不可。殷公子，过了这难关之后，咱们再施搭救风姑娘之法，方为上策。话虽如此，但燕之风姑娘能否活到那个时候？之风姑娘，九曜青一役后，她原可在华山安安稳稳当她的四象门掌门，但为了助我完成心愿，一路随行至此，以致遭此凶险。倘若我畏惧命运之定，不去救他，而使他遭到不测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。紫风姑娘，我明白你也是为我好，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负他。愿神仙能借我天威破邪退敌，只要能救他平安脱险，我就别无所求了。林贤弟，你说那什么丧气话，大伙都要跟你去拼命了，什么鸟屁天命的，就先别放在心上了。是啊，所谓事在人为，人定胜天，如果凡事都顾前未为，岂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？多谢各位鼎力相助，在下感激不尽。紫风姑娘，在下不知轻重，一意孤行，有负你的厚意重望，只能请你在此静待片刻，只要我们一救到风姑娘，便立刻回到此地与你会合。我若不亲自去看着，怎么安得下心？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听劝，只是该说的话还是得说。
也罢，千算万算不如天算，得也无益，咱们这是救人吧。啊，紫凤姑娘，你也要一道去？想来我跟你一同事一行，说不定也是我命中难逃之恩呢。事不宜迟，咱们就动身吧。正音大师，烦请你做法引路。这就交给平真吧。邪气之源就是这里了。这里是玄海观天台，在地界唯一看得到日月光火的地方，该不会就是……看，见血凤姑娘在那里。爹，月儿。平儿，来得好。邪虚聚练已成，分魂之意须臾便可开始。倘若你担心以法失败，正趁此机会见他最后一面。爹，孩儿求你放过月儿。只待分魂大法一出，生死成败一半。平儿，稍安勿躁，你就静待结果罢。归真还意，双魂一分，引神离魄，化金炼翠，三言俱鼎，五名玄反，换甲一品，切令神魔。咦，这小姑娘的魂魄与持有天魂、龙魂纠结至此，莫非这小姑娘也有幽都一族的血脉？爹，还有求你住手。分魂大法继承，其事已不能止。且慢，这小姑娘持有天魂，正在吸取平体的邪气，难道她是？尔等何者？这怎么回事？凤姑娘她月儿，这就叫无心插柳吧。这小姑娘的魂魄和持有天魂极是相合，分魂大法起了反效果。持有天魂这宝色邪气之后，居然入住她的神官灵柩，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！九夷天尊。是谁带着九夷天尊之剑，敢打三无真元玉体者，拿命来！糟了，殷公子，风姑娘，不，此妖是冲着神剑而来，有神无魄的天魂，并无心思可言，他只记得当年被神剑所伤。关入九渊之底的屈辱和痛苦，全凭本能将你视为仇敌。那我该怎么办才好？难道非与他刀剑相向不可？殷公子，之前卦象显示莫大凶险，小妹就是指这个人。即使凡人肉躯有其极限，得凭尸体的肌肉天魂，也绝非寻常的敌手。我知道你绝不情愿与他对手，但你应该明白，如今的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风姑娘了。今日如不设法杀退此友，只怕咱们无一能全身而退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不相信，一定有方法可以换回月儿的。就算是有，此刻此友也不会乖乖听我们的施舍。殷公子，这乃是你命中之恶，能否安然度过，就全看你自己。但若你心软下不了手，今日随你来此的大虎的性命，就都白劳在这里了。尔等乃玄元氏一伙，无可饶恕，以无之名，设招四方凶魔厉鬼，杀！杀！我明白了，今日之事已成定局，唯有一战能破十二，大家不用顾忌什么，设法打倒蚩尤便是。
这么算吧。愚者，敢敢对我刀剑相向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死！哇，配得我真累。嗯，长脑鬼，长脑鬼，长脑鬼是指什么？你说正义吗？这关的条件是什么？击倒持有化的风寒月阴剑平正王。为什么召唤是鬼呢？因为要拿宝物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的理由。这个理由大家可以接受吗？够够，好，全体人员蓄气。Okay, 来吧，话说天地劫手游都还没有公布什么时候会再开放下一次公测，应该短时间不会了。啊，好烦哦，好想玩哦。好，接下来的宝物有什么？玄金道卷跟天罡令符与龙珠。好，没有拿到那只药杯啊。药杯啊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拿到那一只，拿到你说天地劫吗？等一下，先用真音吸经验。这个距离，但这里会被打。无方变幻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正义已经无敌了，各位。这是手游大改，应该是的。可是还是很想玩。哎，那个等待真的很难。很煎熬欸。天明龙，天明龙站这好了，最高六星而已哦。他们可能用手游赚的钱开发单机吗？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？他们紫龙工作室就专门在做手游的啊，不可能开放单机啊。但他们好，玄机道卷，叶飞龙也太强了吧！一招就把他打死。OK， 解决。好痛！好，好痛！好，来吧，67等，哎，这边就可以练等了。大家知道我说什么吗？这边。
感觉单机故事性太重。老实说，以索尔这个程度，剧情真的蛮多的。而且我记得手游可以把那个战斗的这个进入战斗画面把它关掉，但是以我的尿性啊，我应该会把它打开，因为我只是想看啊，除非真的受不了啊，要不然我应该都会把它打开来看。有两只，96，开野龙珠。希望不会打死鬼啊。它的正面有天罡令符，在上面还有个十万杀。那个练兵种走势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练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很好练等机会，千万不能浪费。搞好，我可以在那边练到99等，我就可以学一次学到天裂无间了。夏威夷发的法术吗？啊，不管。故意站个十字拿红，来吧！啊，真远！哎、欸，他动了。我有叫你动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会封魔？嘿嘿嘿，你怎么动两次？哦，对哦，对，换句话动两次。这啊，这个操作就是梦幻模拟战的再行动。哎、欸，这个技能很重要，你要可以一次攻击两次。哇，那我就不能练等啊。那下回是不要站这。下回那个位置太危险了。哎、欸，离岸远点，在这里。战光远应该挡住啊！用剑灵先过来。没关系，还有恒星秀可以打。好，啊，留他一下好了，把他留着。水鬼蓄气，先不要动。啊，真远了。哎，仙女超三的位置好像也不太好，因为他凤凰月应该直接放法术。应该要把他再拉下来一点。哎、欸，他自己下来了。哇哦！我为九夷天尊之剑。
就去死。哇塞，还自带封魔这件事哦。什么东西呀、啊、没有人要给我自带封魔的啊。公园，先等等，先站这里哦。嘿，跳舞。2000D。攻击力其实不高了，好可怕，应该是不会被打死，不会。直接用反命之阵好了。会当宝物，好，他不补血，那我就不要封魔，这样不是办法。看公园先不用，先把他戳死，戳死吗 ？OK， 戳不死。放法术，怕被打死。这是先动其他人。OK。哇、哦！防御力也太弱了。那个韩天秀打好了，韩天秀应该可以把他打死。可以，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检查一下，哎、欸，有还有，就最右边还有一个宝物，那先蓄气。这样补得到吗？看一下，弓箭兵要补，大家都要补。好，大概只有真印补不到，其他人可以。OK， 上公园转走了。OK， 看到血量了。这估计他的血应该要一万多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反命之阵。
OK。首先难度下降，那不一定啊。现在还不知道他光塔到底会不会下降，那个很难讲。而且下不下降跟运气好不好是两回事。你敢不好就是做十次动作，你十次都没打到中敌的，那也很难讲啊。搞不好你就是这么衰。不要攻击好了，太少攻击了。好痛！哦，对面的没被打到，啊，终于解封了。靠他的霸气都可以压迫我们了。风行月将霸气外露。OK， 再补一次。OK。好，我们给夏威夷，我们让夏伯父送风寒月最后一程吧。好，来吧。才两百四。得到幽都王玺，不管宣言是后人，不过事到就到此为止。他认输了，不，看起来不像，应该是小心持有的黑焰罗刀，在回到七魔做验证后，威力大增，其次的确难挡，一小女子之剑。为今之计，就设法逼近蚩尤，然后用剑气御起九夷天尊之剑，欲举刺穿他的灵台气阙，或能以神剑之力，将蚩尤的天魂逼离风姑娘的身子。可是如此一来，风姑娘她
眼前要求确敌取胜，只怕比武汤法，神剑关兄之伤未必致命，但若放任持有猖狂下去，将会是绝无胜机。运公子，神剑是你之物，要怎么做就由你来决定吧。我明白了，我尽力而为便是。既是如此，大伙齐意为运公子调阵。运公子，青魔座炼阵周围有极强邪气包覆，恐怕会抵消御剑之力，为求一举击中，最好尽可能靠近蚩尤后再发神剑。我知道了。好，这样就是疯狂被凤凰月法术攻击，然后我们再一直补血，一直补血。哇，这是这个操作，连我自己都是很满意哦。我第一次这样子操作。对，英杰米妈妈是魔族，也不能讲魔族啦。对，是，应该这样讲也可以啦。他是地界幽姬，地界幽姬，不是幽姬哦，是幽姬，幽都啦，幽都的。算是公主之类的，这样讲对吗？应该是对啦。所以当初黄圣写的时候，又那个谁，龙叶啦，龙叶被九尾天尊剑砍了之后，被里面的持有的地魂嘛，还是天魂，不确定，吸收了幽姬的血，然后就开始进化了，然后就怂恿高姬去夺剑，他持有只把地界幽都地界幽都的子民们当作是他的养分。他们不把他们看作人民啊，我记得大意上是这样啊。然后地界的人后来才明白，原来蚩尤是利用他们当作他的身体的养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怎么紫风他没气力了？他要去原神吗？啊，我不能洗了。哎呦，看进去还有一个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一直洗吧，看能不能洗到80等。哦，快洗到80等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其实我很想洗到99等啊。感觉就是可以啊。感觉很容易啊。对不对？也蛮容易的啊。声音跟仙女召唤位置，这样子，再用一次天雷仙舞，比较好。夜明的反气丸，很好。各位，我这样的操作是不得不为之啊！
等到最后打200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搞了。因为200块才是最终大魔王。好，好，林建平99等，90等，讲错。然后叶明龙升到83等，其他人才还69。加上回合数是杨之正99，练到淋漓尽致。好，使用硬件屏触发。好，触发剧情啦。九夷天尊之剑，那是九夷天尊之剑。下辈还想用这剑伤害无体吗？月儿，月儿，是我，求你醒醒吧！此女乃是吾之眷主，其体与魂全为吾之公物，如便再如何呼唤，也是白费力气。只有从月儿的身上离开，否则我就用神剑。下辈。竟敢以神剑之威对吾要挟，罪不可赦。林公子，不可迟疑。刚芒意应，御剑翔舞，灵气爆源，愤色飞冲，去！月儿，月儿，振作点啊！真令不敢相信，神仙竟这么容易就折断，难道是天意？啊啊啊啊！真是意外之喜啊！平儿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没想到九玄不着的蚩尤厉魂，竟然是被封在九夷天尊之剑中。如今剑断尽破，天地双魂同获自由，从此魔王蚩尤复活之日已不远矣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！月儿，月儿。月儿是你害死的，平儿，大丈夫何患无情？你连这点气度都没有，爹顿真失望。等到咱们尽灭天下，不知好歹正派伪君子，世间一切尽归我辈，要女人还怕没有吗？骗人！当你娘死于正派之手，爹也不因此生恨各派。甚至不惜出卖魂魄，对于我魔道，你根本就是在骗我，也是在骗自己。住口！你敢这样向我讲话？爹，你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死活和人世的将来，只是一心一意想要完成你妄图的心愿罢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已再不要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了。即使今日神剑已断，我仍会尽我全力阻止蚩尤，直到我死为止。你是向本座宣战吗？平儿，你会后悔的。眼下无暇陪你下号，咱们父子的决战就留到下次吧。走。可恨，我保护不了月儿，也保不住神剑，我真是没用。林公子。这也不能怪你啊，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神剑的事就暂且搁着，
我想凤姑娘的伤应该还有救，在我们先灭的营地休息，我会先到天法之地治她的伤，这样好吗？她的伤还有救吗？拜蚩尤的天魂附体之赐，此刻她身上还留很强的灵气，只要我能保住她的元神内蕴不散，我一定有方法能保她一命。那就一切拜托紫凤姑娘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走吧。OK， 就这样救活了凤寒月吗？好，什么都没救，哈哈，那就是这样，先存个档。哎，天哪，好累啊，我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武魂幻影，哇靠！大家，我们辛苦了这么久，为的是什么？大家看到了吗？大家见证到这个奇迹了吗？天哪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厉害吧？有谁可以跟我一样？好啦，我相信还是有啦，魔人还是可以啊。看到没？20等啊！现在90等，我从70等上20等啊。训是65，猎80，魔80就可以学到天三剑火灵日轮分心神剑34，学到啦！哎干，还差一等，妈的！天啊，还差一个65，猎80，魔要80。紫风要三位啦，干不是，我们要三，等一下哦。飞星神剑是魔80吗？啊，火灵神剑是魔65哦，所以我下一关可以学到，先学到火灵神剑，然后再下一关才可以学到飞星神剑。然后你要学到幻月神剑的话，要魂65，可是如果上限等级是99等的话，应该是学不到了，只能靠修改器修改。好，风寒月0，上官远，上官远多少？上官要训80，要训80，猎100。对啊，天王神剑就没办法了，只能靠修改器修改了。好吧，那之后再说。之后我会录一个全角色的招式啊，所以那个之后再用修改器修改。好，神70，差一点点。然后，哦靠，紫风34，厉害吧？神100，哦，还可以超过100啊、哦！哦，原来可以超过100，可是没必要，就这样。各位，你等到最后是值得了，看到吗？这个成果是属于大家的，不是只有我，没有你们的。瞎聊怎么可以撑到这么久呢？我在共商小OK， 神护之证还没办法学到，好，正印的话，好，正印是不动之界跟无方变换只能学一个嘛，那我们那时候选无方变换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加先学金刚法轮，金刚法轮的话力要45。好，韩千秀是魂80。哇，夜明龙升了15等啊！夜明龙升了15等啊！太猛了，各位！训60有了，然后烈40有了，然后升100。魔60，先让魔先交到位好了，然后升100 ，OK。哦，小威仪可以学新招了，魔100啊，然后再来是魂要60，完成，进存档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啊。然后在这一集，殷清平从70等练到了90等，啊，好，
那谢谢大家继续收看，喜欢我们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小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 还有 Twitch， 谢谢大家继续收看，拜拜。